十七岁的梦真的有迷茫，举棋意外的走向，冰与火的热烈碰撞，去开启春年少无目的开场，陪伴的时光坚定的梦想，心事暂时都隐藏，虽然一路跌跌撞撞，莽撞的青春从来不怕受伤，慢慢学会勇敢坚强，幸运有你一起成长，约好未来也一起闯，追梦路上成为更好的模样，长跑赛场胜利分享，微笑够张扬，描绘我的超级梦想，邀请你将夜色贴上，心间自己传递力量，装满了向往，渴望我的超级梦想，我们相会未来远方。进来，主任。关于我们班篮球队队员三科不及格就不能上场比赛的事儿，我想请您再给他们一次机会。请老师再给我们一次机会。理由呢？全年级都一样啊，你们班得特殊。我可以为他们担保。李董，我提醒你啊，这件事情我不建议你参与其中。主任，我作为篮监会的二表秀，同样也是学习小组的组长，应该为他的学习成绩负责，所以我保证在期末考试的时候，蓝静辉同学的成绩可以前进100名，请您给他一次机会吧。100名？你疯了？我对你有这个信心。没错，100名。蓝静辉，你知不知道咱们学校一分可以压倒多少人？以你现在的成绩，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主任，您就给我这次机会，我一定可以。李东，他可以吗？当然。好像你们篮球队除了蓝景辉之外，还有几个人不符合要求吧？其他人也一样。行，我还真想看看你的本事，蓝景辉。哎，这段时间表现给我看吧，回教室去吧。谢主任。鸽分泌鸽乳，哺喂幼鸽和小鸡跟随母鸡用爪爬地所时，哪一个跟垂体功能直接有关？家鸽喂小鸽子是因为垂体分泌催乳素，而小鸡只是缺血。明白了。哎，林东，这个呢？这个呢？氯气能不能生成氯化硫单酯？是可以的，氯气可以和大多数非金属单酯直接化合，其中就包括硫单酯，可以生成二氯化二硫。氯气过量时可以生成二氯化二硫。林东，今天物理课上的万有引力我有点没听明白。这个简单，我听明白了，两个物体之间存在着一种吸引作用，这种吸引作用普遍存在于宇宙万物之间，这就叫做这个万有引力。林东，是这样吗？基本没问题。以后这种简单的问题不用麻烦他，麻烦我。哟，这不是蓝静辉吗？都在啊，都不及格。你说你们这怎么办啊？文化课都过不了，怎么跟我们班打篮球赛啊？这德智体美劳不得全面发展吗？是不是？鹏哥，咱们也没及格呀。林东，这个你帮我看一下呗，这个题怎么讲？哪题？这个题，第一个。
今天的课就上到这儿，内容比较多，大家回去以后啊再温习一下。下课，起立。老师再见。郭老师，我最近可能有一些其他的事情，暂时没有时间来上物理竞赛课。啊？您班主任老师知道吗？方老师已经知道了。那行吧，我会把这段时间的资料给你一份，你回家仔细看看，有什么问题来问我。谢谢老师。林东，我要和你好好谈一下。为什么？你别以为我不知道。其实我知道你为什么要退出竞赛班，我只是想让你亲口告诉我为什么。我没必要什么事情都跟你汇报吧，陈主席。你不要叫我主席。你既然和蓝金辉那样的同学混在一起，你就没有把我这个学生会主席放在眼里，这样会影响你的，你知不知道？影不影响我好像跟你也没关系吧。关系大了。我告诉你林董，整个高二年级只有我和你，我们两个人才能成为真正的学习上的竞争对手。你要是自甘堕落自毁前程的话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那这样吧，我们打个赌。赌什么？这学期期末我让蓝建辉的成绩前进100名，而你前进1名，怎么样？林东，你过分了。真的过分了，林东。太过分了吧。来，重心放低啊，不着急，喘口气再投。好嘞，有了。来，所有的物体都受到一个恒定不变的力的作用，且初速的方向与这个力不在一条直线上，那么物体的运行轨迹就是一条抛物线。辉哥，说啥呢？不知道。抛物线。篮球在空中仅受到助力的作用，并且大小方向不变，而且初速的方向与重力不共线，那么篮球在空中的运动轨迹就是一条抛物线。只要知道了其中的原理，命中率就会提高很多。同桌，真的看不出来你有这两下子啊。这都是无数的科学前辈验证出来的精华，如果我们运用到实战当中，那么对提高命中率是有很大帮助的。还能提高命中率啊？那你给我好好讲讲这是个什么抛物线原理。下午数学课讲二次函数，其中会讲到这方面的知识，最好好好的听一下啊。我知道是吧？你听我说啊，丁东同学，既然你有这么丰富的知识储备和专业知识，那不如这样，你来当我们副教练，对不对？你有知识，我有技术，我们强强联合下，是不是无敌了？对不对？对，就是啊。哎，不是，你别走啊，行不行？给个通告话吧。副教练啊，因为我是主教练嘛。嗯。啊，不是，啊，那你看这样啊，主教练，就你是主教练了，好不好？你说什么是什么，可不可以？那可以表现了。不是你看我表现，你为什么要走啊？不是，哎，你至少留下来教两招，对不对？你已经是主教练了，对不对？不是，你这么着急，你能去哪儿？你今天第一天上班你就下岗了？不是，你先留下来。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标准方程式 ，y 的平方等于2π。我给大家画了一个图，平面内有一条点 F 和一条直线 L， 它们的距离的相等的点就叫做轨迹的抛物线。那么定点 F 呢，就叫做抛物线的交点。蓝金辉，你有什么问题吗？没有，我认为冯老师你讲特别好，仿佛自己开启了新世界的大门。好，你坐下继续听课。
同学们，我刚刚已经把它的标准方程的焦点的公式已经写下来了，大家可以好好看一下，做一下笔记，回去以后呢，好好回顾一下这一课的内容。大家注意，这道题，一个电子从基态被激发到激发态，需要9eV 的能量。那么，跃迁需要什么波长的光？哪位同学可以上来做这道题？哎呀，老师，我叫林东。哦，林东。你叫一下蓝金辉。老师叫你。蓝金辉，你上来做一下这道题。不会做啊？像这道公式 ，epsilon 等于 h nu 就可以用来计算一个电子被光从基态激发到激发态所需的能量。epsilon 等于 h nu。对。蓝金辉同学回答的正确。回去吧。光也是一种电磁波，而电磁波是由能量子构成的，每一个能量子所携带的这里的 new 指代的是频率，白天。有没有人要报名啦啦队的？
队长啊，他行不行啊？肖小画参加才艺大赛都获奖了，有什么不行的？上次还不是因为有林东。我报名，我也报，我也要报。今天我也可以。你不行，你是男孩。哎，你们这些人，那把我也算上。可没有人求你啊。那我还不是怕你们跳得太差，丢我们舞班的人吗？叔叔可是学芭蕾的，心体好着呢。不过我编舞可不太好。那怎么办？等等，我想到一个人，他一定可以。孟雨，我就知道你会在这儿。也不知道怎么了，最近没事就喜欢来天台发呆。有什么事吗？咱们班篮球队不是马上要比赛了吗？我想邀请你加入我们啦啦队。你为什么会来找我呢？你就真的放心我来带队呀？你也知道我除了五音不全以外，四肢也不协调，那万一被别的班啦啦队笑话怎么办？你们真的需要我吗？做事这么犹豫不决，可不是我认识的徐梦雨。好吧，我答应你，不过事先说好，我参加啦啦队就得都听我的，音乐、服装、舞蹈都要好好设计一下。好，一言为定，一言为定。四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六、二、三、四。十七岁的梦真的有迷茫，举起意外的从小，冰与火的热烈碰撞，去开启春年少无目的开场。好，大家看这题啊，已知 k 大于 0，b 小于 0， 且 a 不等于 b。 快吃吧，快分吧。谢谢了，谢谢了。哎，时间聊天，出道二等奖。好，那我再给大家讲一下。二三四，小花，你这个动作不协调啊！这个动作重心往后移。6、7、8、2、2、3、4、5、6。乐器可以和大多数非金属单体直接化合，其中就包括铃铛，可以生成。慢慢学会勇敢坚强，幸运有你一起成长，约好未来也一起闯，追梦路上成为更好。张老师。黄老师。嗨，你有空吗？有空啊。是这样，我呢有一点点小忙，想让你帮一下。方老师有什么事儿尽管开口。这不是马上要篮球比赛了吗？所以我想请你，如果有时间的话，能不能单独指导一下我们舞班？有这事儿啊？不好办。方老师，这个牵扯到一个公平性的问题。啊。我要是只帮舞班，不帮其他班，说出也不太好听了。也是，算了。行，那我先走了啊，你慢忙。方老师，那我再想想办法啊。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，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，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，五六七八，四二三四，五六七。八五，你们练完了吗？练完赶紧走吧，我们要用场地了。小笑话，让你们班的人
赶紧走。不行。你说什么？明明是我们班先到的。还有，我叫肖小焕，别叫错名字了。你们都用这么长时间了，该到我们了。就是，这儿场地这么大，你们班去那边练不行吗？凭什么呀？你们都用这么长时间了，我们才用来呀，我们才练了一下子。你们练了这么久也没看你们练好呀，占着场地干嘛？该到我们了，大家都练时间了，人多欺负人少是吧？让开。哎。干嘛呢？他们一直霸占着场地不让。什么叫霸占？会不会有人讲该到我们了？跟他说话，别说话。那就让他们让呗。怎么让啊？就是，这不是你们八班专用场地。再说一句。再说就再说，怎么了？再说一句。能闭嘴吗？闭嘴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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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让你们让开。道歉。你说什么？我让你给我们班女生道歉。如果我说不呢？蓝金辉，我忍你不是一次两次了，皮痒了是吧？皮痒了是吧？来，皮痒了是吧？好了好了好了，停了，别争执了，这是要打架呀？怎么回事啊？都冷静一点。查老师，五班一直霸占着场地，我们也需要排练的呀。什么叫霸占？就是霸占，练不好也排练。好了好了，别争执了。我问你们，刚才哪个班在用场地？我们班。老师，本来是我们班在用的，但是那不就得了？你们班既然已经用过场地了，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就该轮到别的班的同学了。可是我们没练完呢呀。那好了好了，不要有情绪了，咱们轮番用好吧。八班的同学赶紧吧，赶紧走人吧。没品。五班同学休息会儿，八班赶紧训练吧，快点的。别影响你们心情啊，咱们八班好好练。班长，你刚为什么不让我说啊？他们八班真太欺负人了。就是，最可恶的就是那个毕鹏，有没有品啊？啊，打女生，你看要柴老师不在，你看我收不收拾他？行了行了，你们想被打包开除吗？要是不想的话，还是好好想想怎么打赢比赛吧。林东说的对，我们现在就应该在篮球场上打赢八班，然后抱着奖杯去他们班走一圈。肖小花。你怎么现在说话跟以前不一样啊？嗯，有吗？哎，还是好好想想怎么打赢八班吧。说的容易，八班可是夺冠热门啊！别长他人志气，灭自己威风啊！士别三日，我们应当刮目相看，要对我们自己有信心。辉哥说的对，我就应该拿着冠军的奖杯去打他们的脸，我看柴老师还能护他。走吧。老师，你这都是些什么呀？这不篮球比赛马上要开始了吗？我给我们班啦啦队女孩准备的道具。哦，要我看呀，准备这些都是多余的，影响孩子们的注意力，影响他们的学习。我倒觉得他们该学习的时候呢，就认真学，当然该玩的时候也要尽兴。哎呀，要不说你还年轻呢。我们班的学生啊，就特别自律，一点都不用我操心的。该忙啦啦队的事儿忙啦啦队的事儿，该赢比赛赢比赛，我是一点心都不要操，我特放心他们。要我说呀，你们班呀
就不应该让那个胡闹的蓝青辉当队长。他这么混的一个人，怎么带领团队，怎么管理学生？王老师，我这跟您说话呢，你怎么老走神儿啊？没有，柴老师，我刚刚呢就是在想，您到底是出于一个什么理由要这样说呢？啊，我没有别的意思，我知道我没有您资历老，我也还年轻，但我跟您有不一样的看法。第一呢，我不觉得我们班蓝青辉混，当然我更不觉得他当这个队长是胡闹，毕竟您不了解他，您有什么理由就一定要说他不行呢？这个嘛，哎呦，这雨怎么越下越大了，我先回去了。蓝青辉加油！他们整体实力是一般的，但是对面那几个高个特别难防，尤其是他们那中锋要紧逼啊。马一鸣，接着抢，到时候你俩尽量配合。徐阳要找就给卡位啊，但是尽量一定要减少接触球，让他远离禁区。徐超，到时候比赛之后靠你了。大家都放松点，他们也没那么可怕，拿出平时训练的水平就行。放心吧，本来就没在怕的，有 Captain 陈俊在。行，加油！来来来！三、二、一，五八，我们必胜！合理冲撞，开场三分钟了，一个球都没进。他们两个班球能力玩得很强，这样下去体力消耗会非常快。有了联动的投篮秘籍，我们的命中率一定会大大提升。嗯。X 方等于二 PX，P 大于零。F 零二分之 P。Y 等于负二分之 P。再试试。
主教练。啊，主教练谁啊？主教练南靖辉，对，南靖辉。教练，教练你别走啊，教练教我们啊。迎面初夏的风，阳光早朝梧桐，捕捉顽皮的萤火虫，世界因你不同。衬衫吉他篮球，裙摆长发温柔，至今那是青春年幼，太多片段带不走。你是否抵达梦的路口？是否不再随波逐流？微笑梦想炙热依旧，总有发光的时候。你是否活得要个自由？是否能够愈合伤口？明白这段旅途绝无仅有，在许多年以后。衬衫吉他篮球，电台呐喊自由，至今那是青春年幼，太多片段带不走。你是否抵达梦的路口？是否不再随波逐流？微笑梦想炙热依旧，总有发光的时候。你是否活得要个自由？是否能够愈合伤口？明白这段旅途绝无仅有，在许多年以后。